谈过了台湾80年代的歌坛啊，也欣赏过了马来西亚歌手的演唱，现在应该让我们来谈一谈本地歌坛的情形了吧？哎，其实当时本地歌坛是尾随在台湾歌坛之后啊，那么校园歌曲在台湾歌坛异军突起的时候呢，那股民谣风在本地也盛行起来。嗯，那这个时期您想到的学生歌手是谁呢？当然是古行云啦。情是美丽的眷恋。